我是邱碧君，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学生。用外国青年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分享有趣的故事、人物、话题、新闻，阐释中国理念，介绍中国青年，共话互联网梦想，用青春书写世界。I'm Steve Kulik, 古立新老师 a faculty member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more we realize our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more we can seek ways to find our shared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through this open and willing cultural exchange, we can bridge the world.我是张涵志，来自上外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社会的进步总会伴随着艰难险阻，但我始终相信，每一份改变的力量聚集起来，将会超乎想象，让我们离梦想越来越近，用理想改变世界。我叫沙小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外交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使命重大，充满挑战，需要用睿智、责任和胆识迎难而上，用自信沟通世界。我叫桑迪，是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当一名歌手，演唱中文歌，也可以把我们国家的音乐等艺术介绍给中国朋友，用热情歌唱世界。桑迪的吉亚德拉。我是来自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的余矿。艺术让我在跌宕的旋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见解，而语言则让我聆听不同文化的思想内涵，用声音记录世界。